天我要帮他检测一下，对，拉一下嘛，你看看他的引擎变速箱健不健康。可以，可以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我等一下马上上来，就让这个照妖镜嘛，让他说 OK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现在呢是在细致的这个成品科技，对，哦，这位是何老师，大家好 ，OK。我们呢这边有除了我们拉马力机之外，我们有非常专业的改装了，对对对，引擎动力的改装，对，引擎动力的改装，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来这边洽询 ，OK。看起来账面会少一点，但是是标准的，四川都会装水槽。OK， 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哦，你看一下哦，它的空燃比为什么这边会忽然喷油变浓？哦，它这个车子啊本身哦，用7300话，它电脑里面有一个过热的保护，你只要多拉几次，或是你在急速运转的时候，电脑会自动帮你提早喷浓油，喷比较浓一点的油。哦，随着它以前热，如果越热的话，会喷的越多。所以这样称为叫一个过热保护，所以就是保护它这颗引擎，对，涡轮等等，对，多喷点油就让它引擎散热比较好，比较快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又学到了，对，谢谢何老师为我们讲解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会有，对，会有异音。他说这批哈，他们有的时候会加装的吗？没有，原厂它的组装的问题。这样。对，然后他从这边就是要拆。他说熔布胶在这一个。那你有带熔布？我有，我有带熔布胶。我们天门边也是这样子、啊。是哦。对啊。这样，这个声音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谢谢。OK。那么。其实新款的 C300 它有一些小小的组装的通病，有的会有，有的没有，就是说它会组装上面它有一些小异音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我们要去把它解决。OK， 那么在我们自己在卖车的时候啦，我们有听到了，其实老肖自己就很讨厌那种声音，所以呢，在交车前，其实车主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要把它做好。只要在路上开，它就会有说共鸣啊，然后滴滴滴滴，就是它组装上。
本，可能要麻烦一下，我怕车主有没有听到会跟我一样很舒服，我啦，我会很舒服，我不喜欢，还要交车的麻烦。邱师傅，对，来各位，有没有？这就什么叫专业？这个就专业，异音在他们手上摸一摸就不见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